Kanka ne oluyor?多谢主席。主席咧，我本来一直都唔希望咧系有呢个机会去发言嘅，但系咧今日有几件事发生咗咧，我就不吐不快。特别咧，可能都要留意到咧，即系敝党或者本人咧极少咧系一啲好大型嘅一啲嘅示威品咧系带入嚟呢个立法会嘅大厅。不过今日咧亦都咧做一个破例，亦都可能我第一次咧有个咁大型嘅一个示威物品咧系摆咗喺我前面。呢個示威物品，主席並非係我個人嘅創作，而係一班咧係遠嚟自天水圍德兒幼稚園嘅家長。佢哋今日晏晝咧嚟咗立法會呢一度嘅示威區咧，係好希望咧係同教育局嘅局方咧係有一個直接嘅對話，但係呢個對話咧係冇發生到，就等於咧之前嗰兩三次希望有一個嘅坦誠嘅理性嘅溝通對話咧都係冇發生到。咁所以佢哋今日好憤怒，將一張嘅摺凳，大家都可能好清楚摺凳係代表啲乜嘢，就係梁振英佢當時參選嘅時候咧，就周圍攞住本拍子簿、一支原子筆加張摺凳咧，就周圍行，以示咧係聆聽民意，以示咧係可以坐低同市民去討論、去溝通、去解決問題，但係佢冇嚟到。咁所以家長今日就將呢張嘅摺凳，以示梁振英本人咧係點樣蒙塞，睇唔到問題。唔肯去通話，唔肯去溝通，唔肯去聽民意，就將呢張摺凳咧，係連同一啲嘅泥土，加埋一啲嘅黃菊花咧，就埋喺度，然後將佢包起，然後將佢擺喺個箱度咧，係交咗俾我，係要求我咧，係去交俾教育局同埋梁振英本人。主席，你係就邊項修正案發言？有兩位議員咧，係特別提出咧，係將教育局局長一職嘅全年薪酬嘅預算開支係減去嘅。咁呢個咧就係修正嘅957同埋咧係958，分別咧係由黃碧雲議員同埋梁國雄議員咧係提出嚟。我個人嚟講咧係舉腳贊成去做呢一個嘅動作嘅。主席，我當然有準備啦，多謝你問我嚇，提翻我啫。咁但係呢一件事係代表乜嘢咧？就話香港嘅中產嘅家長對於呢一屆嘅政府，特別係教育方面嘅乏善足陳。嘅無能、嘅蒙塞、嘅盲目，唔去聽民意，表達一個極之極之大嘅不滿同埋憤怒。我想呢度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原本喺天水圍德兒事件爆發當日，我當晚已經去咗現場去聽家長嘅心聲。我亦都第一時間作為一個議員，係同局方係局長級、副局長級嘅。是進行溝通，希望他們能夠關注這件事，想想什麼方法解決這個問題，不要令到教育變成一種百分百的商品，不要令到一班是希望能夠安居樂業的，為他們的小孩子、小朋友是謀取謀求更加好的前途和福利的一些的中產家長呢，是拒諸於門外。第二天他們來到這裡，有機會跟副局長去談，但接著問題出現了，局長本人呢原來老羞成怒，他說為什麼要見他們呢？什麼事呢？直情應該說不要見，應該 walk out， 這樣說話法的，這個局長你是不是抵扣他人工呢？他作為一個局長，作為一個問責的官員，有市民嚟到呢一度去求见局方，你可以话你忙，你可以话你需要安排时间，但你唔可以话点解要见啊嘛？点解要见都会问翻一个咁嘅问题，佢何德何能去做教育局嘅局长咧？然后将件事定为哦，呢啲系私人嘅业主同埋租客之间嘅一啲嘅纠纷。但这个其实是一个教育的问题来的。作为教育局的局长，他绝对是责无旁贷，清楚了解件事，但他没有这样做到。不单止他将这件事视为一个业主租客之间的租务的纠纷，他甚至乎面皮厚都说挺好啊，另外一间来到抢了你那个校舍，还会收埋你的学生，
應該接受啊，嗰間嘢幾好㗎，唔錯㗎咁。我心諗乜教育局唔係一直都話要尊重家長嘅選擇嘅咩？喺好多教育局俾我哋立法會議員嘅文件，教育事務委員會嘅文件裏面成日都話要尊重家長選擇。而家德兒幼稚園嘅家長就係話咗俾大家知道佢哋揀咗啦嘛。咁點解你唔尊重家長選擇，要逼佢改？呢個係咩嘅心態嚟嘅呢？家長選擇完之後，局長話做冇嘢做㗎啦。咁我哋用好多嘅方法，作為議員喺立法會亦都喺區議會嘅層次去到跟進，去到周圍去揾一啲嘅校舍。原來好多呢啲嘅空置嘅校舍都係喺教育局嘅管理掌握當中，但又唔會開出嚟㗎。點解啊？冇㗎，呢個係私人辦學團體，我哋啲公共公帑嘅資源，公共資源唔會俾你亂嚟用到嘅。我哋冇叫你亂嚟用，我叫你幫幫手。喺個風雨飄搖嘅時候，伸出援手協助德兒幼稚園安然度過今次嘅危機，而呢一個危機唔係佢哋自己造成嘅。教育局長袖手旁觀，結果就令到另一間幼稚園，你可以想象，主席各位議員，有人走嚟掠奪你嘅屋企，奪取你嘅熟悉嘅生活嘅空間，然後就話：，你可以翻嚟寄我離下啦，咁樣樣。點解一個政府，當一個市場去到咁瘋狂、咁迷失方向嘅時候，係會袖手旁觀，由得個市場繼續瘋狂嘅呢？最基本嘅公共行政同埋決策嘅理念同哲學，都會識得話俾大家知，市場並不是萬能的。當市場失效，市場走瘋癲嘅路線，走偏鋒，損害到市民嘅福祉嘅時候，政府又或者公權力就要介入啊嘛，就要去排難解紛啊嘛，就要諗咩方法去點樣幫到市民啊嘛。教育局好驚啊！哇，此例一開唔掂嘅喎，陳議員，今次救呢間德兒，下次有間乜兒，跟住再下次有間物兒。咁我哋咪好唔得閒，但係心諗一層係好唔得閒㗎啦。點解？因為梁振英承諾乜嘢呀？喺個政綱裏面言之鑿鑿，15年免費教育要任內推行，呢個唔係一個好嘅機會咩？呢個唔係一個轉危為機嘅一次千載難逢寶貴嘅經驗嚟嘅咩？如果教育局有胸襟有遠見，是會落實真係做15年免費教育嘅時候，佢絕對可以幫手。如果教育局認為某間幼稚園要轉型先至可以去申請用一啲政府或者教育局管轄嘅一啲嘅校舍空置嘅地方，佢可以開條件㗎嘛。譬如話，你可唔可以轉做一間非牟利嘅幼稚園啊？你可唔可以課程上面作出調適啊？你可唔可以喺你嘅編制上面作出配合啊？咁樣先為之有商有量喎，咁樣先為之係幫呢間幼稚園，幫呢班家長，亦都幫香港係行出一條新嘅路，而係會同15年免費教育呢個理念去接軌。我個人好鍾意15年免費教育，我個人好支持15年免費教育，我一直入到嚟到而家就喺度推緊呢樣嘢。但我哋見到梁振英同吳克儉越講越縮嘅喎，又話做，去到話研究做唔做得，我再鬧下佢揼下佢就話：，我哋而家係研究點樣做，整咗個委員會出嚟喺度空轉。我哋喺教育事務委員會睇嗰啲文件得嗰幾版紙，然後就係知道，原來佢哋去咗幾個地方啊，開咗幾個研討會啊，亦都有同事指出局長喜歡周遊列國，用了260萬去不同的地方講嘢。但是當我們德兒的家長，當我們立法會議員以至到元朗區的區議員一起要跟局長講嘢的時候，他就不知道去了哪裡。今日
家長嚟到，佢又唔喺香港啦。點解今日家長嚟咧？唔係得閒嘅。其實元朗區議會一個委員會要求今日教育局答覆，點樣協助德宜嘅幼稚園能夠申請啫？申請喺天盛村一個由領會係負責管理嘅一個校址，人哋都已經係做咗好多好多嘅讓步。佢由原本嘅20,000尺，而家去到申請個6,000尺嘅地方，編制上面要改，營運模式要改，佢用非牟利嘅模式去到爭取。但係而家問緊你個機制係點啊？咁教育局就話：啊，呢個真係好奇特嘅地方啊，未試過㗎，所以我哋要由呢個裏面慢慢咁建立一個機制出嚟，去到做一個嘅處理。乜唔係應該特事特辦嘅咩？幾百個小朋友，500多個家庭喺度等緊你消息，一而再，再而三，三催四請咁又揾你，你一而再，再而三，三番四請咁又逃避。教育局嘅局長咧係唔識教育，唔明教育，冇理念嘅。當佢哋係乜嘢？可以搓圓凳扁嘅，可以呃落去唔同嘅地方。個心態就好似就話係咁嘅咯，你係家長，你要為你嘅小朋友揾學校，去到暑假得而唔掂嘅，你都要走嘅啦。咁使乜我哋要做咁多嘢幫你啫？到時到後，你就會自動揾到你自己要揾嘅地方，中唔中意都好。英文講 Who cares？ 我哋使乜理咁多啫？點要搞咁多嘢啫？點解為你班做咁多事啫？為咗乜啫？如果個教育局嘅局長係冇遠見、冇胸襟、冇理想、冇理念去推動改變嘅，咁就唯有要自家咁啦，半天吊、半死不活。想同你講道理嘅，而家都要做行為藝術抗爭，向你作出一個死亡嘅控訴。而呢個政府到而家連個機制幾時開始出現，乜嘢叫做入閘嘅標準，有冇機會入到閘，然後個過程係點樣公平、公開、公正，然後點樣出閘，幾時做個決定，都係零資訊嘅，主席。咁我哋要教育局長嚟做咩呢？繼續俾錢佢去周遊列國去演講，佢係咪可以代表到香港嘅教育界？佢去到外國是被人笑定是被人讚？所以我覺得一個這樣的教育局，在現在這個吳克儉局長的帶領底下，根本是香港教育的一個死局。他不是帶領我們出埃及過紅海，他是帶領我們走一個死胡同，或者喺度遊花園。德宜幼稚園係冰山一角，我哋琴日睇一個電視台嘅一個新聞嘅雜誌嘅報導，就會知道其實好多非牟利嘅幼稚園都面對租金嘅壓力，被迫關閉，選擇越嚟越少啦。天水圍被一間嘅教育機構壟斷嘅時候，教育局係仲係袖手旁觀，係當冇事發生。而15年免費教育嗰個嘅委員會呢，喺度嘆慢板，到我哋立法會想成立一個政策小組去跟進、去監察、去推動15年免費教育政策嘅時候，教育局居然係同立法會講：你唔好搞啊！我哋反對你搞。係啊，行政立法關係正如梁振英講係破壞到不得了噶啦，係唔理想噶。咁但係始作俑者係邊一個呢？係無能嘅官員啊，主席。是无知的官员啊，主席。是没有方向感的官员啊，主席。2012年10月的时候，我这里跟吴克儉说你扯把啦。当时是国教的风波。今日我对吴克儉局长依然态度没有改变。就着德宜幼稚园这件事，就着15年免费的这么重要的政策，我依然是请他你扯把啦，吴克儉。你根本就不配做教育局的局长，你不懂教育，教育在他手上
只会好像我前面这个由德尔家长送给他的一个摆设一样，都会葬送在黄土之下。谨此陈辞。